起顿渐和教练一对一对抗，一来一往，进攻防守都得反复练习。每个动作精准快速，攻击到位，不止下手要准确，脚步也不能乱，得保持节奏。今年20岁的击剑好手陈一通，下个月将首度站上奥运舞台。他把握假日清晨，来到体育馆积极备赛。我小时候一发现就是我爱上击剑这运动之后，我就觉得哦，我一定要成为世界第一，我一定要进奥运。击剑这运动很快，然后有时候就是一瞬间，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要心态要很稳。陈一通是国内备受潜力的击剑新星，2018年15岁的他是雅加达亚运台湾团最年轻国手，也曾在不同赛事夺下团体个人银牌，去年则在杭州亚运闯入8强。今年4月他参与巴黎奥运亚洲及大洋洲区资格赛，荣获顿剑冠军，不止完成儿时梦想拿下奥运门票，也是台湾暌违36年再度登上五环殿堂的男子击剑选手。我小时候就是常看一个日本的选手，是我偶像，叫太田雄贵。我觉得他打剑很精彩，然后很快。那当然，我也希望我可以跟他一样，有这种给其他人这种感觉。他是一个非常灵敏的一个选手，他反应其实比一般的选手还要快。现在就是说，在怎样子在场上的时候，让他的优势尽量的去发挥出来，然后制造出他需要的一个得分点。2024巴黎奥运开幕倒数一个多月，陈一通这段期间预计会先参加亚锦赛，以赛代训，希望提升战斗力，在奥运赛场为台湾夺牌，成为世界第一。民视新闻是梁志祥台中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